么情况？下班了打电话把我叫到公司来，正练瑜伽呢，本来练的都挺业余，还耽误人家业余时间。娇娇，娇娇，娇娇，文松，下班了不回家你干嘛呀？文松，咱们办公室里不干净。不干净，你打扫下去。不是，是咱们办公室里有脏东西。这谁不知道咱们公司我胆子是最大的，有什么好怕的？快跑！疼啊！别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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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生日快乐！别过来！Happy birthday！ 喂！喂！哎！哎！把你吓那个熊样！那玩意儿不带急眼的啊！回来吧，好开心呐！逗你玩的。那个，其实啊，我都已经猜到了。刚才呀，我是配合你们。妈呀，你配合呢？哎呀，你真是个好演员呐，表演的这个真是哩哩啦啦呀，你呀，整的那叫淋漓尽致。我说你裤子湿了，你这是给自己加的戏还是抢戏呀？这是啊，别着急，还有惊喜。你别吓我了，文松，文松，生日快乐！你喜欢吗？开心吗？哎呀，开心，我都喜欢，这个喜欢，这个喜欢，这个也喜欢，连气球的颜色我都喜欢。更大的惊喜给你准备好了，你要 hold 得住啊。妈，吓死我了。文生，哎呀，经理你来了。别说话，抱我。你咋知道今儿我过生日呢？好感动，好欣喜，抱我！哎呀，哎，哎呦我的妈呀！你干哈呢？整的像个武大郎似的你啊！这是化妆生日 party 啊！那个，今天经理过生日啊，这么快就把蛋糕推过来了？啊，对呀、啊，快给经理推过去！哎，好好，快推推推！还有蛋糕，啊！哇，蛋糕上有你的名字。你吃啥呢？啊，我尝一尝蛋糕，是不是甜的？好感动，好欣喜，但是有瑕疵。啊？为什么没有蜡烛呢？有，有。
这是过生日的蜡烛啊。嗯，这根蜡烛啊是有寓意的，寓意着您的事业能够如日中天。对，如日中天。来，我给你点上啊。好感动，好嬉戏哦。开始，来，来，祝你生日快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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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你嘴咋这么急呢？啊，我就是试一下这么粗的蜡烛能不能吹灭。你的肺活量啊应该没问题啊。好心细哦。这回吹吧。吃蛋糕吧。那个经理啊，我们吃完饭来的，你自己吃吧。哎，我一个人吃不了了。那个礼物是用不用给他呀？啊，还有生日礼物，好感动，好欣喜，帮我。这哪呢？这礼物啊，都是文松给你买的，是吗？啊，哪呢？这啊啊，这对对对，来，经理啊，这礼物啊，都是我给你准备的，那希望你喜欢。好心细哦。我要是没看错，应该是个吹风筒吧？解释一下，让我吹啥？你瞅我干啥？你买的，你解释呗。那个，这不就有的吹了吗？他俩呀是套装。是吗？对。好时尚哎。啊，那个，咱不看这个啊，是不是还有礼物？啊，对对对，哎呀，哎，这衣服，颜色喜欢吗？哇，好感动，好心细哦。那个，快给经理换上。我脱，是吗？来，经理，来把衣服脱了。来，天哪，咋回事，导演？经理呀，他跟我是一天的生日，咱们还是先给他过吧，省得以后啊给咱们穿小鞋。对，有道理。漂亮，文松。哎呀，太漂亮了！你俩看，这衣服正合适。对，嗯，正好。这件衣服啊，是属于明星限量款。对，哪个明星穿过呢？葫芦娃。对。哎，你们快看，经理像不像葫芦娃里边的五娃？像，掐个小腰，鼓个小嘴，妈呀，他好像要吐火。喂，经理，你消消气儿，此情此景，我要为你不升级了，我要朗诵一首诗歌。我怕我说不好，打了一个小草稿。经理，这个是我安排的。我安排的环节。往事一夕，泪眼朦胧，今天我们怀着无比快乐的心情迎来了程总的生日。程总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，是烂颤的一生。长歌当哭，深切缅怀程总，生日快乐。真是，这词儿听着有点别扭呢。解释。啊，这段词儿啊，你站着听它肯定别扭，你躺下听就不别扭了。我躺下我还能听着吗？不是，你可以换段词儿。哟。干啥呢？董事长好，董事长。董事长，你还知道我是你董事长啊？啊，你像个葫芦娃似的，你要吐火呀你啊！谁把这办公室弄得乱七八糟的？
啊，这是公司，谁开生日 party 啊？谁过生日？董事长，文松过生日。董事长，我知道错了，我不应该来公司过，把这里搞得乌烟瘴气的，我承认错误，董事长，对不起。你的态度，奖励你一个大红包。生日快乐！妈呀，好感动，好心细，抱你！哎呀，等会儿，董事长，其实我过生日。行了，我早就知道你俩过生日，来吧，你也有份啊！来，生日快乐！谢谢董事长，这还真。今儿个你也过生日啊？经理啊，咱俩是一天的生日。哇，好感动，好凑巧，抱我。放手，董事长，性格耿直的我要说实话了。说吧。董事长，其实今天我也过生日，抱我。你滚一边去，你生日不是7月15吗？我跟你们说实话吧，今天呢虽然是你俩过生日，我也要说几句。其实你们真正的忘了一个最重要的人物，那就是把你们带到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母亲。我敢这么说啊，每个母亲都会记住自己孩子的生日，可是有多少孩子能记住你母亲的生日吗？今天我还给你俩特意带来另一份的惊喜，你们看看谁来了。来，文松。经理，妈，哎呀，快来了，快来，快来。